这是一首篇幅较大的练习，它大部分运用了魔镜的啊手法啊和相同的音型啊，实际上呢啊也是锻炼了我们手指的这个灵活性，也是一种分工的活指练习。前面这个颤音一定要打的啊非常的轻巧有力啊，大家听听开头，这样像这样的啊重复的音型啊，使我们呢更好的锻炼手指的力度弹性和啊独立性。所以使大家练的时候呢一定要啊弓子上啊做到铿锵有力，两手的配合呢要非常及时敏锐，熟练以后一定要把速度加快才能够有啊确切的效果。下面请看示范。